奇怪啊，我是说你看西瓜磕成的这个西罗大潮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发现大家的眼光还是都看着前面这两个两颗洋香瓜，这位是咱那个苏县长，啊，这是咱的那个市长哦。其实刚刚大家看了，哇，这两个有够高追耶！我们这次来推销云林的西瓜呱呱传情啊，为什么要移师来到高雄县啊？除了我们陈菊，我们老大姐要在这边当市长，那还有我们有高雄市有最美丽的啊，最漂亮的一条爱河，高雄爱河。啊，那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呱呱呢带到镇岸码头哈，啊，我们云林县的热情的话，那么也一试的话来到高雄市，啊，云林县来讲的话，因为农特产品哈，灰熊灰熊的嘴，在农里渔牧里头非常平均，所以也使得我们云林县的话在行销农特产品的时候，我们会倍觉吃力，啊，不论是讲水果哪里多出的些，啊，产销师呢也是伫云林关，啊，哪里讲的吼，蔬菜的话产销过剩的话，啊，结果嘛是伫云林关的对，所以真侪。农业的问题来跟我学，其实扛在我们云林县县政府这边来讲哦，我们扛的担子其实是蛮重的哈。啊，不过就是讲农业的问题，虽然是比这规则你、数字你追求的话来跟我学，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待去解决。但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话啊，就是云林的农特产品的话，不论是在国内甚至在国外里头的话，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话，也经历的让大家都非常有信心。所以大家看了这三年大景哦。我们不论去东京参加国际食品展，或是在台北参加国际食品展，还有在台中高铁的云林特产馆的话，我们都用西罗大桥做我们云林物产馆的一个象征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大桥的造型呢就做在我们展览的会场。我发现来讲的话，那过去吼有行过西丽大桥的人吼，啊，若看到阮的物产馆的时候，拢安怎，拢敢若看到林志玲，感觉都有被我们吸引进来了吼。啊，我感觉吼，咱台湾的吼，伫这部分来讲是，我们共同来培养。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吼，真热，啊，高雄也真热吼，啊嘞，啊，其他热热的季节来对上，咱台湾当季的水果就是呱呱，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，多多给我们农民一点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我是讲我非常，我足肯定。我们苏县长昆林人的招募件，这个是他接专台湾奔波啊，就是推销引领的农产品。我咱昆林人的农产品，我产业的履历又安全又好，吼，而且爱好专台湾知。我直接一旦甲苏县长讲，后摆咱高雄市一旦甲咱昆林县来合作，啊，我希望高雄市以后。我们大高雄，我们也有很多农产品，要学习像苏县长一样，行销全台湾，行销全世界，啊，让咱的增加咱农民的收入，啊嘛，希望咱后摆在咱高雄这个所在，任何大的卖场，作为一个农业专业区，啊，是讲农产品行销区，拢一定爱包括昆林啦。哦，因为咱昆林的足侪优秀的子弟，拢伫咱市府内底团队内底啊拍拼，啊当然咱因拢对昆林嘛有故乡情，啊嘛有责任，所以我今日特别请市府团队一起来为我们云林加油，啊希望咱的所有昆林的西瓜啊各种瓜类哇足侪种，咱高雄大力甲推销。哦，啊，大来讲，哇，昆林的西瓜实在有够好食，哦，啊，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苏县长来咱高雄点点行销引领的农产品，我们一定要让他成功，一定要让他对高雄人的热情有信心。啊，甲管政府恭喜，啊嘛，请阮的局处长吼，小可发挥。因为影响力，请你的亲戚、五十朋友，大家赶紧来咱的珍爱码头买昆林的农产品。啊，伫遮甲苏县长讲，多谢多谢恁，予高雄市有这个机会，感谢大家努力，多谢。